我们这次因为受到邀请，然后我们也有老师师长的引荐，那我们有机会可以代表艺术科以及观光事业科的孩子来做艺术文化交流，也想要透过来这次互动的部分，可以看到对岸同胞这边学生们的教育，然后我们有很多可以成长的空间。我自己因为没有来过厦门，学生们大部分都没有来参观过，对，所以学生其实满怀期待，然后这边天气好，心情也好，所以学生其实互动很开心。那我们这边孩子属于寄宿学校，所以他们对文学历史其实没有这么的深入，但是可以透过来这边实地观察跟眼睛看到的，然后他们学生这边接触到的，我相信他们都会有很深的体会。所以我们来到这边，其实书法教室连这边就翔安中学的环境设备，其实我们都大开眼界，大吃一惊，因为学校设备环境太好了。对，我们也努力学习中。